哦，在八一啊，在哪里呢？那个小鸟在哪里呢？啊，小鸟都不在这里。嗯。哦，你想出去玩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吃完早餐就出去玩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吃完早餐出去玩，一个老爸亲一个嘛。你给你妈妈老是亲一个，我亲不了。妈妈，你真棒！我这么怕，你怎么长得这么高？他坐不住的。准备出门呐、啊，我们去玩滑滑梯，可不可以？来，等着算啊，对，等着算。我们出去玩。出去玩。对，从那里出去要是知道门。哦。一个小汽车带着妈妈上班去。你老妈买了这么多菜，对，你说飞叔叔，你看你买了这么多菜回去，全是青菜。哦，对，走，看，噔噔噔噔，有没有宝宝喜欢吃的？你喜欢吃哪个？啊，吃一道。哦，操，不是住。朋友们，这个真的过得好快，刚刚吃完早餐去外面逛了一下，又开始做这个中餐。你说我们这个肚子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回解下来呢？解回是这种希望是很渺茫的啊。今天的中餐是垃圾火锅，收起来啊！在叫你，不能来，不能来，不能来！哈哈哈哈！好，噔噔，来了。加辣椒煮辣鸡，来快吃饭。可以吃的有点软了。好，那你去洗饭饭去。嗯，尝一下鸡肉怎么样？挺好是吧？嗯。哎，那个辣。你都没吹。觉得好不好吃？问你好吃。嗯。你那是你英语老师给你搞的猫吗？来，那你的意思家里面要多一位家庭成员啦？两个养了那只猫。我家里面还有两只狗啊。铲猫屎的任务是留给你的。啊。哦呀。狗是不在乡下的。哇。啊，坐下，我有点胖。